哇，礼物，礼物，哇，礼物，哇，太好看了，哇，这个二，这个二，看看到没有？哇哦！刚刚的礼物呢，已经穿到身上了，然后现在让我们去店里面看看这个神秘的系列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应该我是第一个看到 LV 跟 Nigo 这个系列的，那个小鸭子，这个太好看了，写着吴亦凡的名字的衣服有没有？哇，太舒服了。背后就厉害了，哇，有没有？这两圈发的，我觉得这个帽子是百搭，我跟大家说是百搭帽子，所以我先给大家看。刚好要拍杂志的封面，所以我希望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打包带走。那现在我来拍这个巴莎的封面了 ，OK，Let's go。这个 Nigo 跟 LV 的小北极熊，很可爱吧？